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尼克窝窝线的频道，我是尼克。疫情的关系，我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都在家闷坏了吧，所以我们决定要来一趟澎湖伪出国旅游。第一天下飞机没有太多的行程，所以就用简单的画面做个记录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后面分享两天的影片哦。这次澎湖旅游，我们住宿的饭店是彩虹文旅，这边要感谢司机大哥，因为我们飞机误点，在这边等我们等了好久。这边也要感谢一下我们澎湖好友赞助我们一台汽车，让我们这三天不用担心刮风下雨，可以尽情的玩乐。开始今天的行程啦，来到了第一站丰贵洞。第二站来到的是山水公园。早期这里是军事要地，听说晚上这里也是观星的好去处哦。澎湖的网红名店当然要来朝圣一下啦。这次我们入住的是彩虹文旅，订了一大床的房型，房间简约干净，窗外的风景也不错哟。饭店旁边刚好就是人气非常高的邮局葱油饼，当然要来一份啦。酥脆的葱油饼搭配解腻的小黄瓜，再淋上特制的辣椒酱汁，真的超级好吃。啊，真的有点冷。冷。风蛮大的。凉凉的。我们要去吃烤肉喽。第一天的晚餐，我们来到的是夏日炭烤。这是一间自助式吃到饱的炭烤店，食材都非常新鲜，老板娘也非常热情，重点还有很多可爱的小猫咪来觅食哦。吃饱了，现在来马公的市区逛逛走一走，路上几乎都没有人。对，非常冷。好冷清哦。白玉。第一天简单跟大家分享，继续关注后面两天精彩的影片哦。